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。咱即马倒转来，又按甲咱吴国安老师，咱来讨论着讲这边的这个民进党哪会输到门无门口定去哦？讲即马民进党已经伫迄落加护病房哦，伫遐咧吊者吊者安尼啦。啊，你咱今仔日老师所讲的这个意思吼，这个话这个内涵哦，你若阁无去深深来思考哦，你后边免想要执政啊，同款啦。国民党迄套啦，反正就共产党迄套，佮加入吼，伊呢还佮较好安尼。啊，你逐遍拢互伊只好个迄落款待，互伊只好个迄落享受嘛。啊，即嘛啦，你若减少，你若讲今年拨17亿，啊，明年拨16亿，伊都你个票都免想起来一张啊吼。啊，那但是呢，啊，有个人是食到吐济，佮有规路通啊屁人吼。啊，迄落无个人无半数啦，没有半点啦。葫芦族群，敢有听伊讲吼？啊，恁播偌济有葫芦族群？吼吼，捌听到无？电视台嘛。有啊，一年4亿。4亿是要怎啊？台语台无？台语台。台语台一年4亿个啊。嘿，那是要点目油，没有买目油来点。哦，啊，就是你讲这个，咱在讲。客家族群即摆选举吼，客家族群甲原住民族群一票吼，嘿，无投民进党，嗯，你来知，嗯，对不？你来知。客家族群。但是现在所有需要检讨的人，大概都有安尼讲，吼，安尼讲的是禁忌，禁忌，禁忌就是讲咱看两个，就过来讲这支票。指标了哈，两个所在诶 key point 哈，就是这种 key point 就是讲花莲港一个台北市，台北市，哦，台北市诶，这个叫做东山林，这个周万安哈，周万安的得票数竟然比丁秀忠较少，比丁秀忠减15000票，走。如果又无增加，伊同款伊外省人嘛。伊即马做蔡英文吼，需要检讨。蔡英文需要检讨，伊讲安怎咧？讲啊，不管你咱过去的事情，咱都有成绩出来啦。但是选民吼，也是无情，选民也是无爱看到咱民进党独大起来。我若听到这句话，我足气的呢。代志都唔是安尼。讲安尼，就是讲吼，意思是吼，这个选民吼，一票去投吼，可以对手，就是讲投周万安嘛吼。结果都唔是安尼，周万安票比丁秀忠无较济啊。比顶一任国较减少10000外。系10000外，啊，我嘛比迄个伊较少，比迄个叫做黄珊珊。唔是比迄个较早林建林强。林姓文，林姓文出来算的时阵，嘛阿比这么较济啦，可见伊国民党冇减少去的，嘛唔是冇减少去，啊是民进党减个遐济去啊，是啊，民进党的票拢冇出来投嘛，这减去啊，哦，根本就是讲，在过去支持民进党的人，家己放在上，冇出来投，啊冇出来投，即个哪个要伊对？客家族群甲对外这边族群的这个恩惠，吼，要让遐人来解斗，遐人来有解斗，伊都无代志啊，所以他报的，遐人无出来，即同我哩计算就知影讲，往关注民甲客家的票，并无因为你对好，啊，都票落来斗你，无可能，啊，即个过一个指标，过一个一个 key point 的是个，这个菲律宾，菲律宾。所以那这个 Colas 对吗？Colas 对 ，Colas 是个阿弥陀啊，哦，啊，伊竟然哦，提无迄个人的南山啊，迄个旧的这个一半，啊，无啊，哦，这个阁是罪犯呢，哦，伊阁是伫个家路内底，因为迄个铁路出代志吼，啊，我迄阵啊出代志，迄当天我就甲这个。叶先生讲哦，我讲哦，不出一个月，这个人会给他放回来啊。结果不是呢，3天就给他放回来啊。
即放倒来了后，伊就会当掌控这个国民党的提名权，什么外国权拢在伊的手。即个问题就是讲，即、这个 Chorus 点吼 ，Chorus 是阿米啊，阿米族的。啊，花莲港点吼，阿米族的天下咧。花莲港的人口，花莲港的人口点吼，花莲港的人口32万呐、啊，32万呐、啊。差不多32万人。原住民偌济？32万人，伊花莲港有40多群啦。40多群。40多群差不多，个原住民占到1/4。原住民占到1/4啦。其他过来就是客家啦、河洛啦、外省人啊。差不多我来评分评分，说1/4。但那照咱咧讲，还是好过啦。啊，这个你这个饲料甲压落吼，啊鱼啊就走来，对啊对啊，啊你个时阵对无？都只要原住民的这个两，2%的票，啊甲客家族的2%的票，占了一半，对啊，都一半，可能是都占了都是分不掉啊，对啊，都掉一边电器，啊，即阵都看了讲，哦。明明这个比是跟原住民的这个好算的起，原住民的票无到的，无到。竟然呢？竟然原住民家己出来算，伊嘛无到家己的啦。票无无到。嘛是同款投予迄个。这是一个政治手腕的问题，要好吼。迄个啥物啊？洛克菲勒吼，美国迄个洛克菲勒。洛克菲勒是美国的百货公司的大头子啦吼。啊，洛克菲勒，洛克菲勒讲一句话啦。讲你要把这只马，把牵去水边，牵去水边啦吼，无问题啦，对，简单啦，对。但是你要让这只马把你啉水，那就无简单啦，那就无简单啦。你把你啉水，伊来啉嘛不啉嘛？是啊。吼，就是你爱爱怎，伊才啉呢？让伊嘴大啦。对。可以吹大一个脸吗？所以咱的这个社会的通知，这个就是你爱可以有需要，伊该话你啊。是。你无。你来供应较好好，伊唔免开嘴，你就嘟来啊，唔免开嘴就嘟来啊。结果有一天佫嘟一个较无够尔，伊就变啊。也嫌少了吼。啊，这在这点吼，即款人那个作物，啊，就有啊钱可以。我有一个朋友嘛，逐摆叫电话来参观我这个，但是伊足不便个。啊，我就讲，哎，不要紧。其实钱无代志，那主要你讲唔是钱个代志。第一，就是讲你这个政策，一个实施20年啊。对。啊，要过去偌久啊？要过偌久啊？遐人都拢起老厝啊，拢有啥物啊？啊！你不过落户啊，好。所以讲，这个代志啊，既然是政府对全体国民都要平等，在平等去照顾，平等照顾，这是一个关键。啊，过来那个吼，我觉得外省这个代志，今年的这个做客委会审查的时候，这董事长讲，哇，客委会的钱多个，安尼，袂晓要怎样？客委会吼，钱多个，安怎你敢知？客委会竟然补助什么呢？补助电视台，讲台语的话剧的电视台，电视台是伫这个台语的节目内底，那讲客话就补助伊啦。花式啦。啊，是那个不关心你事啦，都是事啦，都是台语节目啦。一两句啊，客话都都。你台语节目啦，甲讲两句啊，客话吼，会报道的。有人甲看讲吼，有迄个位啊，就是讲，讲一句讲200万啦。迄个节目内底讲一句客话，报道200万。哎呦，好。啊，真济工安尼，唔知你野位倒去啊？唔知野位倒去啦。啊，那安尼时阵，啊，你敢有互迄个讲咱台语的节目，改补助一个节目，一个钟，迄落一点钟久的节目，互伊200万？
有哦，都你若大意的节目，你若听内底个插客话了，伊个伊会补助予你就对了。啊，迄都唔是迄个意思啊嘛。唔是啦，是讲遐做过头的啦，吼，安尼做过头的啦，吼。啊，伊就吼，伊开伊本身的立场啊，我客委会我即个立场，我要奖励吼，要发展我的客话，迄是无啥物唔对啦，无啥物，但是讲。那伊唔是客家庄的人咯，是不？这是最古怪的代志啊！我这是最古怪的代志啊！啊，即嘛吼，伊咱安尼讲吼，你中国是一句话讲好叫啥？魔鬼吼，藏在细节里。藏在细节里。藏在细节里，你知影个客委会内底吼，今年啊，今年伊个工作计划。内底有两条，哦，你想会惊到啦？想未通的代志。一条吼，就是要继续，因为这个蔡总统结束的时候就讲啊，要继续客家做台湾的主流文化。哦，啊，搁一个就是讲继续客家话做台湾的主流语言。啊，内底有一条，何你感觉？我头下在做，现在客家客委会吼有提出一个奖金，迄唔奖金来讲，补助金，补助，哦，奖励客家，特别是少年，回归客家庄，我就很可怕了。结果伊这个政策是什么？客人什么？什么客家庄？跟其他人吃瓜，搁讲惯竹篱笆的，迄落竹篱笆，跟吃瓜嘛，贯穿的进前，啊，有较早贯穿的什么进前，这很可怕，这是根本开到错了，现在国家吼，咱国地的人，那四国交流多种族，现在国家人咱国地的，日本民地以前的时阵呐，日本是消灭的，以前日本有一个殖民。殖民区就对啦，日本政府刻意把这殖民区拆掉，把殖民区给他散到一个来补助伊，因为殖民区来较散，补助伊给他去成长起来，去成长起来，给他去叫做分散在各区去站南做伙就对啦。所以台湾徛在台湾国家的这个安全跟利益点哦，台湾应该可以个好，吼，不论你原住民也好，你什么大家都大做伙。对啊，大家大做伙，不是讲，啊，你原住民就去大呀，客人你都用一撮吧，原住民用一撮吧，啊，即马这个外省人佫用一撮吧，好多人佫用一撮吧，哦，我著看你，但系这个国家对你，你的迄落补贴较济，我的补贴较少，啊，你著安怎安尼，啊，著互因内底去相打。啊，这个代志对无？我的一个直感吼，是讲有真济人。心肝无讲咧啦，是吧？无要过支持你，你只当我是政策啊咧，好，无要过支持你，你当我政策啊咧。除了你是执政这几年来的吼，刻意一直否定台湾，好，否定一直你这。真假讲有这个台湾就对啦，哎，他就讲你哎无这个台湾的，啊，这无这个台湾的用这个强调你的中华民国立场，其实你的中华民国立场点讲，真侪人啊，包括即卖少年啊、老啊，大概看咧，家己手啊看咧啦，吼，包括你家己你嘛说唔知影讲你是爱做啦，所以有一个我看了有一个批评的人啦。国民进党竟然可以自己骗去啦！民进党可以自己骗去啦！系，哦，系咪？钱遐大爆发啦！啊，人也无甲你，人无甲你洗落来啦！也无甲你洗落，也无甲你陷害者。你过来啊！我卖豆腐你，可能我卖豆腐你哦，你会佫较济好我了，对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所以吼，咱今仔日吼，即。唔是咧，勤奋工啊！你有啊无啦？咱对弱势，对迄落是咧补助，吼、哦，
啊文化的改做补助互伊快工安尼存在发展，这是大家都赞成的代志。但是在讲，而你啊做过头的，变讲迄种毋是一个补助咯，这变成做过头的毋是一个补助。哦，咱徛伫这个一个国家内底，好、哦，好、嗯哦，啊，诶，这个平等，好、嗯，啊个好，互惠对啦，这互惠这立场啊，咱感觉讲，这个民众政府吼，伊有真济真济都爱改，啊，那无对吼，那无吼，你永远无可能。唔是，即摆即个是小题大论啦。系啦，嗯啊，精彩搁伫后边，精彩一个大队长啊，搁伫后边的啦，啊搁后边的。是啊，就是讲安尼哦，就是讲你民进党，你若想要爱搁重新执政者啦，啊，你着爱将这个族群的代志吼，你爱一时动力。不但族群的代志咧，那你不过伊中华民国立场就是合理，亲像你即款安尼过去都。为着台湾，为着迄个做人，变讲你拢唔对呀。嘿啦嘿啦，都否定家己啊！你做甲，否定家己啊！我着做甲要死啊！要啊！结果反倒转头来，我煞拢罪人呢。对啊，你否定家己啊！我煞对唔对去啊呢？吼啊！所以讲，咱今日足感谢咱吴国安老师，甲咱讲这个，讲破白来烧钱啦。咱这个台湾人有台湾人的价值啊。你咧做诶哦，迄嘛毋是讲啊，你面上包装讲哦，啊，我恢复原住民诶文化，你看人又在甲你恢复文化无？啊，若你讲客家文化，其实客家青岛文化内底哦，拢愈来愈消去，拢无去啊啦！啊，你今日母诶咯，都讲一个人已经生人啊，啊，靓丽的迄个脓包哦，你拢家安尼摇落进去啦，红药水啦，家抹，迄敢会好？迄爱开刀，迄人包啊，家弄会破，爱切骨，爱重新过来家迄落会看会生肉无安尼。啊，咱今日就讲到这啦，感谢老师啦。啊，咱也希望讲会当过足紧哦，能够会当见面安尼。感谢各位。